39萬人昨晚在尖沙咀度過平安夜。今日聖誕節就有不少人選擇到迪士尼樂園玩部分機動遊戲，要排隊一個鐘頭。趙海珠報導。一踏入美國小鎮大街，除了見到一棵高60米的聖誕樹之外，其餘的都是人龍，同卡通人物合照要排隊。明日世界內各種機動遊戲更加是逼滿人，除了較受歡迎的巴斯光年和飛越太空山要排一個鐘之外，連平日較少人玩的太空飛碟亦都要排40分鐘。有市民說聖誕節來迪士尼有不同的感覺，因為聖誕節有聖誕氣氛嘛，所以就過來。因為比較難忘嘛，聖誕節25號來迪士尼，亦都有遊客說想感受一下歡樂的氣氛。We can enjoy it here and you can see very beautiful scenery。 這些用聖誕米奇老鼠杯裝著的炒栗子是迪士尼為了聖誕節特別推出的。無線電視記者趙海珠報導。市民在尖沙咀歡度平安夜，文化中心外一晚就有2.6噸垃圾。陳家明報導。38萬市民慶祝過後，尖沙咀四處都可以見到垃圾，膠袋紙盒放到滿地都是。而尖沙咀廣東道清潔人員需要將大量紙碎逐批掃走，而在文化中心外面，康文署的工作人員就收集到2.6噸垃圾，比上年平安夜增加半噸。而康文署亦都係尖沙咀多個地點，包括文化中心同埋星光大道，發出34宗亂拋垃圾嘅罰款告票，而口頭警告就發出12宗。今年平安夜，唔少市民都話節日氣氛濃厚，喺中環皇后像廣場同埋蘭桂坊，亦都有唔少市民迎聖誕。警方統計，單是蘭桂坊已經有7000人聚集慶祝。為了方便市民進入，當局已經實施了人流管制，並且將遮打道和雪狀街列入行人專用區。有部分市民就抱怨，指人流管制令他們錯失了慶祝儀式和綜藝節目。無線電視記者陳家明報導。以巴衝突近期稍為緩和，在伯利恒大批民眾參與子夜彌撒，教宗為以巴祈求和平。李偉達報導。在梵蒂岡，教宗本笃16世首次在圣伯多禄大教堂主持子夜弥撒，他呼吁世人应该为世界和平而努力，又为中东地区特别是伯利恒的民众祈祷，希望冲突和误解能够尽快停止。另外，教宗又重申教会反对堕胎的立场。整个弥撒过程现场直播到全球46个国家。在圣经记载的耶稣基督出生地伯利恒，不少信徒参与子夜弥撒。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亦有出席，他说愿意同以色列和平共存。至今年2月，以巴双方达成停火协议之后，双方的暴力冲突减少。今年圣诞，当局估计会有30000旅客前来伯利恒。无线电视记者李伟达报道。在新闻结束之前，一起看看市民如何欢度平安夜。